台南耶诞跨年系列活动12月开始，每个周末盛大登场。市府在今天释出了第三波的卡司名单，最受瞩目的除了有韩国超高人气的新生代男团之外，还有全能天王炎亚纶、金曲歌后魏如萱、艾怡良等人气歌手轮番上阵，就是要嗨翻台南耶诞跨年。2022년12월31일저이펙스가타이난跨年晚会에한국대표로게스트로초청되었습니다와韩国超人气新生代男团将要重磅登场台南跨年晚会。台南释出第三波卡司名单，最受瞩目韩国新生代男团将以嘉宾身份跨年开唱，就连市长黄伟哲都赞不绝口。EPEX 也就是亚洲最佳新人男团，刚出道，去年刚出道就获得了三项新人奖，今年更获得了亚洲最佳男模的新人奖。所以说这个团体绝对是非常强的。除了邀请韩国男团，国内阵容也很坚强，像是全能天王炎亚纶、金曲歌后魏如萱、艾怡良、金曲唱作歌手孙盛熙等超过十组艺人热情开唱。我们开放露营区，因为这个旅馆大概都订满了，那也可以高铁来回，或者是来台南逛逛，逛两个礼拜都很欢迎，都很适合。十二月台南精彩活动一个接一个，让民众一路玩到跨年，陪伴大家为2022留下纪念，迎接崭新2023。记者黄福奇台南采访报道。